这也太离奇了，像写小说似的。可是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，还要医院的验血报告，还要集团其他人动动证明。这我也相信啊，可是这件事情要平反，恐怕不那么容易。啊？你也知道，这跟摘帽不一样，难度更大。如果要真是冤假错案啊，可就不仅仅是办回城了，还有工作关系、工资待遇等等一系列问题。 这个我们得逐级向领导汇报。那得多长时间啊？我可说不好，这么着吧，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。那好吧。哥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才回来？ 我已经回不来了呢，有进展吗？还得等。这事儿不能着急啊，慢慢来。嗯，吃饭没有？没了。嗯。这还有水。你就吃这个？对，挺好的。是啊，已经。哥，这次我去县城，发现一个。 特别大的事儿，什么呀？咱爸不是我亲爸。你说什么呢？咱爸，周文，为什么嫌我黑残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你？给我，没事，你坐。这是图书馆啊，你要有什么事呢？ 咱坐下来小声说，别影响其他同学。甭跟我这装蒜！周文，真没想到，你表面看着文质彬彬，骨子里是卑鄙小人。说，为什么嫌我黑材料？黑材料？哎，别吵吵，别吵吵。这图书馆你要保持肃静。你甭管。嘿，我这还管不上你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我让保卫科的人来抓你，你等着，等着啊。 我从来不写别人的黑材料，我是如实反映情况。你在省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是抄袭。我用充分的证据，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里面，你抄录别人的就2100多字，另一篇少一点，也抄了1500多字。我没说错吧？呸！天下文章一大抄，你保证你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啊？当然了，否则的话我也不可能拿出去丢人现眼。周文，甭跟我来这一套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吗？啊，这回就一个出国名额，可戏里推荐两个人，你为争取这名额，用这么卑鄙下流手段来搞垮我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在争取这出国名额，这和现在这件事是两码事。你要想混成一坛，也可以，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否认，你的文章是抄袭的，而且在报上发表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蹬蚊子还不够，还要耍流氓是不是？啊？ 疏了，我他妈的疼啊！疼疼！行了，周文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疼啊！疼就对不起了，疼啊！就好好反省反省。滚！算了算了算了，粗鲁，不可理喻。记着啊，下回抄别人东西你多改点，至少记着，把标点符号改一改，把句号改成省略号。周文，算了算了，我问你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咱爸不是你亲爸，你出去说去。哥，你咋不说话呀？我说什么呀？说点啥都成，不然的话我心里边难受。 我说了你就不难受了，哥，你是不知道啊。你说我从小在周家长大，我一直就觉得我就是周家的人。可是突然间有一天告诉我说妈，妈不是我亲妈，我这突然间就觉得我跟周家隔了一层。这过两天又告诉我爸也不是我亲爸，你说我现在应该咋办呢？ 又隔了一层呗。
以后别管我叫哥了，我得回去忙论文的事儿。哎，哥哥，哎哥，啥意思啊？你这是不认我了是吗？我认什么认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哎哥，哎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事儿出了以后啊，我没觉得我跟咱们家远了，反而我觉得我跟咱们家更近了。真的，我欠咱们家的不光是我，我爸我妈，不对，就那俩混蛋，那俩混蛋欠周家的。哥，你放心吧，周家这恩我一定会报的，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把这恩给报了。你松开我，你报什么恩？20多年了吧，咱爸，啊不，我爸，我不是说他，他自作自受，他戴着坏分子的帽子20多年，那活该，他想当好人。他付出的代价是应该的，可我们娘儿几个凭什么替别人受这个罪？远的不说，就这十几年，咱们家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咱爸成分是贫农，妈也是，咱们就应该跟那些根红苗正的孩子一样，挺直了腰板做人。可是没有，都是因为你，哥，被撵出城市，赶到农村去，一天到晚埋着头苦干，夹着尾巴做人。哥，你别跟哥的，我不听。对，我就不说了。我这十几年是怎么拼命的，你都看见了。咱说他们，咱妈做了好事儿，总得有好报吧？结果呢？现在爸死了，妈瘫了，肚子馋的连生肉都吃，周全整个就一乡下的野小子。要说最让人痛心的，还得是霜，那么聪明、那么漂亮的一女孩子，又会唱歌又会跳舞，打小人人都说她长大一定是演员的料。咱们家的乡底下，光他得了文艺奖状，那么厚一沓子，谁能想得到，他就为了给咱妹妹弄一口肉吃，为了把咱家的口粮给领回来，就委委屈屈的嫁给那个没有出息、只有小学文化水平、只有3年级的臭小子，哥，而且还是个瘸子。哥，郑恩，你干哪儿包？哥，你别说了，这些事我都知道，我心里边都记着的。哥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学扎针灸呢，等我学好了，我一定给妈那病给治过来，我让妈能走。还有霜那事儿，我也装心里了，我正在抓紧时间办呢。只要霜能进城，咱把大壮给踹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踹个屁！霜都结婚了，结婚。这条来得近，总共100多个字，30多个错别字，还有10几个空圈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说霜。说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跟咱俩说一声呢？那不管怎么说，咱俩是他亲哥呀！我才是他亲哥呢，你算了吧。我也是他亲哥，我把双给整回来，我找曲慧敏去。你不能去！哎，人家不找我麻烦已经很够意思了，我们不能有那么厚的脸皮啊！哥，我跟他说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我是不是你哥？那现在咋办呢？我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刚才我有点激动，话说重了，别往心里去。以前的事儿由得咱们做主，可咱们一家人的亲情是真的，包括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你记着，我们永远是亲兄弟。哥，用你这句话，就让我现在去死，我都愿意。哥，我去找曲慧敏，能行啊？不行。我们的事儿，让曲慧敏受的刺激挺大的，她现在心里不是很健康，别把你再搭进去了。我觉得挺正常的，我跟她好好说。你就别胡闹了，也别老想着报恩什么的，那就太远了。以前啥样就啥样吧，咱爸妈，我。还有双他们呢，也都没有这样想，不一直把你当亲骨肉看待吗？再说，我想爸当年做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也没图你以后要怎么回报的，咱们一家人都不这么想，你心里也别有那么多的负担。你们想不想是你们的事儿，做不做是我的事儿，我肯定得找曲慧敏去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，已经往上汇报了吗？等等再说吧。哥，咱俩回家看看吧。我现在忙出国的事儿，回不去。你也别回去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憋屈，
你回去把这事跟妈说了又怎样？你只会让她更难过。等以后回城事办妥了再说吧。哎，哥，你放心吧，这事我一定能办好。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去找曲慧敏。如果你去了，后果自负啊。 下班了啊！你找我呀？上楼，真是有口福，我给你做红烧肉吃。啊，我就不上去了，我还有点事儿呢。哎，你怎么来了又不上去？啊，我真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那你下回来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行。 谁啊？我，你姐夫。啊，进来进来，这外面嘎嘎了。哎，你这屋咋这么冷啊？火灭了。啊？火灭了？现在几点了都？12点半了。那这大半夜的，你咋还跑来了？有几个车一直在那拉货，这我才忙活完。 哎，赶紧起来跟我回去一趟。啊，我不是我回哪儿去？这大半夜的齁冷的。再说了，明儿早上还得赶回来。哎呀，走吧，你姐自个儿在家害怕。净扯，是你自己想家了吧？我姐她没那么胆小呢。再说了，东屋不还有你爸呢吗？他最怕就是他。啥？哎呦，说秃噜嘴了。哎，行了，那个武队门口那个坟圈子我不敢过，你赶紧陪我回去。不不不不，这话你说明白了，我姐为啥怕你爸？你说啥说呀？你姐不让说，家丑不可外扬。那我是那外人吗？快说吧。说呀，你想急死我呀？你姐没咋地，关键是我那爹，他总跟你姐犯贱。哦，我还纳闷呢。 怪不得一有人提我姐就不是什么好笑呢，根儿在这儿呢。姐夫，这事咱可不能轻饶他，咱得收拾收拾他。咋收拾啊？你姐说也没咋地。再说了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你姐的名声不完了吗？可也是啊，咱等哪天这老犊子单独走黑道，咱赌半道教训教训他。我爸老有劲了，咱俩干不过他。小样，告诉你。 我会武术，还净扯！你个会开武术的，真的，还不信？拿着，起来，起来！干啥呀？去那站着。啊，举着点，举着。干啥？这么着举着。举着点啊。干啥呀？叫你举着就举着，举好了啊。哎哎。 叫你举着就举着，你怎么连我还信不过呀？要抽着你，我是你儿子。真的？那可不，英姿姐姣的。英姿姣的，他现在是我师傅，但是秘密的，你不许跟别人说啊。啊，英姿姣的许能行。哎，你瞅着点啊，你就。怎么样，服不服？服了。呀，可问题是，那是我爹呀。 那就是在半道上碰着也没法下手啊！咱俩把头蒙上，他知道是谁干的，咱打完就跑。啊，也对。可问题是，那他要是不知道谁干的，咱俩打完不白打了吗？出口气呗。再说了，
下回他要是再敢犯贱，咱还打他，打他几回他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可也是，问题是，那行，那就整呗。哎，走吧。今晚还回去啊？不废话吗？拉倒吧，到家两点来钟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今天一天这眼皮一劲儿跳，耳朵嗡嗡的，赶紧走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赶紧。大姐，哎，周五啊，哎，你咋又来了呢？不是跟你说让你在家等着吗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寻思我过来看看。哎呀，这家不是困难吗？来回跑得多少钱呀？我扒货车过来的。扒货车啊？你再让人给逮着？我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逮着我能咋的？哎呦，还没吃饭吧？没呢。走，帮大姐去取饭去，我带的韭菜盒子。哎。哎，对了，大姐，嗯，你说我这事儿啊，要是地区上有人，能不能解决得快一点啊？那得看啥人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爸爸呀是地区革委会的曲主任。曲主任啊？有这么子，你咋不早说呀？他正管我们这摊儿。真的？那可不是嘛，上个月还传达他的指示精神来着。哦，那挺好。走，帮我取饭去。哎。周五啊，哎，还没走啊？啊，那个您醒了，喝水吗？啊，不喝不喝，我该起床了。哦，周五啊，这几天你挺用功啊，抄完一本了没有啊？抄完一本了。嗯，好。哎，周五，你这被窝还热乎着呢，你来睡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呀抄完这一章就赶紧回学校上课去了。你还真有股犟劲。其实啊，这两本书我是要留给你的。不用了，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我抄一遍呢，记忆深刻。哎，其实呢，我在这个人世间已经别无所求，嗯，就是想着把这手艺传下去。哎，也是意不该绝，遇上了你。我就是怕我太笨了。哎，对了，问您个问题啊。刚才这书上说，治这个脑出血的后遗症，要在涌泉穴下针。嗯，这俩地方是不是离得太远了？哎，人的经络是相通的，自建国以来一直争论，说有的拿不出证据，说没有的用不着证据。可是我相信，有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您早上吃什么呀？我给您做去。哦。昨天晚上剩的大饼子啊，还有高粱米饭，你把它用热水冒冒，热好了以后端上来，咱俩一块儿吃。行，您等着，我给您做去。哎，好。保密吗？停工了，全厂就我和一个老经管。哎，你也咋这么闲啊？咋了？我爸来开会来了。是吗？开啥会啊？三级干部会，这不快春耕了吗？我听说公社杀猪了，今晚有酒。那他们回去还不得一帮帮的？我跟他说了，你让他给你姐烧点东西。可我没啥给我姐烧的。你咋这么笨呢？我这不是为了让他跟那帮人分开吗？是。那咱跟哪儿整啊？那就跟这院里整啊。那不用猜就是我。不搁这院儿，在来这儿的道上半道，从公社来你这儿的道多背啊。那道上两里多地一个人家都没有，还有一片防护林。也是。咱管他猜得着猜不着呢，打完就跑。完了，我就回这办公室里等他。那我给我姐烧点啥呀？
我们会计新买的算盘叫我给偷来了，你看，七个珠的，没见过这么小的。行，这个，哎，那你晚上几点过来？我不能过来。这么的，你这会儿不是有电话吗？然后吧，他那公社就在我住那地儿对面。到晚上吧，我就偷摸在这看着，等约摸他快结束了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完了，你就上小树林上去等着去，回头我候你去，等着你把他逮着了，我就到了。行，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老犊子，今儿晚上不收拾他服帖了。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讲话，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。别闹啊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马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不睡觉了。出去！出去！走廊站着去！咱们继续。毛主席，小伙子，你找谁呀？哦，我找下曲慧敏。小曲啊？啊，是。在家，灯亮着呢。哦，好。姐夫，好嘞。你以为光你会五把抄吗？
喂，你没死吧？也太有劲了，差点没干过他。你咋整的呀？我看他好像伤得不轻。亏得我这今天早有准备，要不今天就完了。哎呀，这刀上哪有血呢？你脑袋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当时我这头套转过去了，我也不知道哪是哪儿，好像扎透了。我一刀下去他就蔫了。哎呦我天哪！哎，他能不能死啊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呦我天！那我得去看看去啊！我哪能是我爹呀？是，用我跟你去吧。哎，不用！你赶紧的把这个刀藏起来，把这个头套赶紧烧了，把它挂到这边去。哎呦我天哪！上就包好了啊！李营长，不可能吧？你是不是看错人了？错不了，你别看他蒙着那脸，那鞭子错不了。哎，我拿着那鞭子呢，拿来。鞭子啊，鞭子在桌子上。你看看，那他为啥要害你啊？我中午吃饭的时候管他叫声大洋马，他当时就跟我急了，那肯定是他。不可能，李营长不是那种人。错不了，哎呦。你们轻点行不行啊？不是我们的手装，是你的伤口疼。拿胶布给他粘好，裤子给他系上。感觉怎么样了？疼死我了。他伤到底怎么样？口子不小啊，肠子都露出来了，命挺大的。但好像里头哪儿也没坏，咱们这条件有限，只能包扎一下，赶紧送县医院。你说李英子打你还用着用刀吗？那肯定就是他。我告诉你啊，你马上把他给抓起来。你要是看着面子把人放跑了，我跟你没完，你知道不？马医生，救护车来了。哎，来，打把手，来，赶紧的打把手。哎，大壮。还来呀？你搬辆救护车拉走了，他咋样了？看那样子死不了。谁干的呀？听说啊，好像是李营长。啊，啊！哎，你干啥去啊？啊？我回家告我妈。Thank you.
子，快起来！你谁呀？来上人了，别开灯啊，来者不善。营长，开下门呗。营长，开个门。谁呀？营长，我派出所老梁。啊，老梁啊，这么晚啥事儿啊？是这样，刚才县武装部来电话，说让民兵紧急集合。咋的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先开开门，进屋咱们再说。啊。梁组长，别动。干什么？干啥玩意儿？你们不是动！哎，爷，你别动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事儿啊？爷爷啊，对不起，执行公务，麻烦你到炕边坐一下。为啥呀？为啥抓我孙女？有人报案说他杀人了。杀人了？对。啥时候？就刚才，两个小时以前。两个小时以前？这不扯呢吗？我孙女今晚上一直在家呢。英子，别怕，你过来。哎，你站这儿。我站哪儿都行，我跟你说清楚啊，我爷爷岁数大了，你们别碰他。你放心，那不能，爷爷在我心里面也是有分量的。不过说好了，爷爷你不敢乱动啊。那我不动。那，你把那烟递给我。梁科长，你们肯定弄错了，我孙女今天天没黑呢就回来了，一直在家。爷爷，这事儿啊，我也希望是我们弄错了。可是有人报案，而且指名道姓说是他，你说这事儿我也不能不管吧？谁呀？谁报的案呢？刘富，他说我杀人呢。对，哎，不是说你杀人，是杀他，但是他人现在没死。没死？那能说话不？人呢？现在在县医院呢，还明白事儿啊。其他的得等检查完了才能知道。李营长，你说我这也是公事公办，你也别生气啊。那倒没事儿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别说不是我干的，就是是我干的，你也该咋办咋办。我孙女这话有劲。你的鞭子呢？那不那儿呢吗？不是这把，另外一把。我就这一把。不是吧？你应该还有一把，而且还是新的，是吧？我前两天试做了一把，咋了？在哪儿呢？丢了。丢了？丢哪儿了？我去县里开会，我不知道丢哪儿了。李营长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你可得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爷爷，对不起了，我们得搜搜。啊，搜吧，搜一搜，别整太乱了。捅了，啥叫捅了呀？怎么回事？我爹，让人给捅了。什么？大壮，大壮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？看着你爹没？他怎么还没回来呢？他回不来了。咋的了？他让人给捅了。是啥玩意儿？我爹让人给攮一刀。人呢？送县医院了，好像还死不了。我的爹！哎，咋的了这是啊？快去叫人！快去叫人！叫人就快去！妈！哎，来人呐！妈！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赶紧的，到你姐家去看看。我姐，出啥事儿了吗？哎呀，刘富啊，被人捅了一刀，送县医院了。啊？那现在知道是谁干的不？不知道啊。刚才你吕婶啊来借大盆的时候，顺便说了一声，说那院英姿啊被警察抓走了。不可能，不是英姿姐干的。人都这么说呀，那刘富啊亲口对警察说的，你赶紧去看一下。哎，问清楚了，赶快回来啊！哎呦，双儿，要不你别去了啊？那哪行啊，管咋都得去看看。那还赖搁家呢？没事儿，我已经喂过他吃的了。再说希儿还有羊奶呢，一天没事儿。姐，姐夫，全儿，慢点儿。
大壮他爸让人给捅了，我们去医院看看。那正好，那我跟你们一起走。你去干啥去啊？英子姐叫人抓了。什么？啊？你说你俩咋这么糊涂呀？咋能干这事儿啊？就是想教训教训。你教训他，你也不能拿刀捅他呀，这要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活该。还说。你别怨全了，这都是我的主意。什么你的主意？是我的。别逞能了，你们俩，赶紧想想后边怎么办呀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反正我不能让英子姐受冤枉。对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这样式的吧，双儿，你自个儿上医院吧，我跟全儿我俩自首去。自首？不行，那是你亲爹，别人问你为什么找人打他，你咋说呀？我实话实说呗。那他都干那不是人的事了，他这样式的也活该。咱不能实话实说，姐夫你就别跟着掺和了，就和我一人来吧。到时候我就说我瞅他就来气。那也不行呀。再说了，你为啥瞅他来气啊？他逼我姐嫁给个瘸子。姐夫你别生气啊。都啥节骨眼了我还生气呀？不能叫你自个儿去，那显得我多不仗义啊。反正人都这样啊，咱就别卖一个还搭一个了。再说本来就没你啥事儿，你来人我都捅完了。咱俩是哥们儿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行，你要是去自首了，那我姐咋办？还有孩子呢。再说那是你爹，传出去别人肯定得说我姐闲话。不行，全儿，你别犯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判个10年20年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，要不，要不咱再等等再说行不行？那更不行了，那英子姐多冤枉啊！对对对，不行，再说人家公安也不是傻子，咱们现在去吧，还叫坦白从宽，等着人家查出来，咱们就得从严了。自首的话，咱就一块儿去。本来刘父就不是个东西，我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跟公安局说清楚，兴许能判得轻点儿。不行，不行。李科长，您咋来了？坐下。昨晚的审讯记录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昨天晚上家里有点事儿，两个新来的审的，今早我看的。李营长，你行啊，快赶上江姐了，问了一宿就仨字儿，不知道是吧？姓名？李英姿。为什么到派出所来？他们抓我来的呀。为什么抓你？他们说我把刘富给捅了，我没有。昨天晚上8点半到9点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呀，我从公社开完会就回家了，饭我也没吃。回家前天还没黑呢，很多人都为我证明。昨天公社杀猪，晚上聚餐，你为什么没在公社吃饭？我烦他们，喝多了酒没溜，说一些不中听的，我就走了。这鞭子是你的吗？是。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的鞭子你会不知道？以前是我的，后来丢了。李英姿，我现在明确告诉你，这鞭子是昨晚作案凶器之一。如果你能说出它在什么人手里，这对破案很有价值，也能为你自己洗清嫌疑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不说的话，性质可就变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说什么？李营长，你到底想隐藏点什么？你拍什么桌子？你吓唬耗子呢？我什么都不想隐藏。英子，我们不是吃干饭的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就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。周全，周全和你什么关系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回答问题。他是我邻居呗。这鞭子是你送他的？不是。那就是他偷的。不是，你别冤枉好人行吗？这叫奇怪了啊。你说你鞭子丢了，丢了那就是被人偷了，你怎么知道就不是他偷的呢？他不是那种人。可现在很多可疑线索都指向他。
记忆回到从前，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。牵手走了好远，走淡了激情与浪漫，有过的时间聚聚散散，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。翻开旧照片，让记忆回到从前，你的笑是那样的甜，那是相识的第一天。才知道你是我注定的缘，爱不是心跳的每天，情不是细细的一根线，昨天牵手走到终点。